啊，看样子这鱼的力气还不小，这条鱼，哦，老鼠斑，老鼠斑，老鼠斑，哎，老鼠斑除钩子难除啊，它把整个钩子都吞肚里的，哇，2磅多了吧？哇，老鼠斑漂亮啊，哇，好嫩啊，老鼠斑，我很久没钓到老鼠斑了。哎，这不行啊！你这不行，一个浪打过来，这铁链子都一块下去了，这不行。我有棉线，那种包粽子的线我有。你把它就是系在那个最后一个环上，你拖上来。我有很长的，我有一卷呢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啊。哈，看来又是一条大鱼。哦，游到这边来了。哦，不是，你跟那个跟 Zio 两个钩子挂一块了。他在动，但是你要大鱼。这位老兄钓了一条 Linka，他刚上鱼的时候，我刚摸出手机想给他拍，我自己这上鱼了，这重的不得了。我一看那么大一条麻斑啊，好久没钓到那么大的麻斑了，哇，都没来得及给他拍，我这条鱼上来了，再回头一看，他的鱼也上来了，哎呀，这条 Linka 鳕鱼啊，抽得回来就好，就怕刮得死死的。在是吧？抽得回来，看这个样子，这个鱼挺大，力气。如果刮得死死的，就麻烦了，那就是挂着石头了。哇，19公哎，19公哎！哎，好像跟谁的线绕一块了，是吧？是刚才剪断的线是吧？我前面那段线是哪儿的？哦，那可能是刚才那咬在刚才那钩子上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我看看我下不下得去，下得去的话你左右往旁边这样甩甩，如果我能捧到的话，我能拿到的话。哇，19公，19公！哇，19公！爽啊！回去滚豆腐汤去。对呀，我看今天运气真好，我就不拍你，就是。因为 Zio 不喜欢把脸拍进去，因为他知道我要登到那个 YouTube 上嘛。打马赛克是吧？那人家以为是日本电影了。大黑斑。
林卡，哇，一人一条林啊，不是一人一条林，他一人两条林卡了。哇，这条大林克，哇，这条不用量了。对啊，这条已经够了，我看。哇，这条鱼。我拉起来就很爽，你说。啊，我看你这个鱼竿都快180度拐弯了都。哇，厉害！这条鱼就按市场价，按市场价卖，这样一条也得至少50块钱吧。哇塞！我上礼拜才买了一个林克的鱼。他也正好来了一条黑斑，来黑斑举起来看看。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黑斑举起来看一下。啊，今天我的第四条鱼，黄斑。我现在三条黄斑，一条麻斑。啊。黑斑还是？黄斑。啊，他们那都是名贵的鱼啊，啊，只有一条黑斑，还另外那老兄。四条都是名贵的鱼，两条鳕鱼，一条老鼠斑，一条19公，我钓的全都是便宜的鱼。哎，这是我今天第五条鱼了，哎呀，大的19公，刚才刚说今天钓的四条都是不值钱的鱼，上了一条19公，哎呀。